好，朋友们好，这里是明哥聊太极，欢迎大家收看。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八极拳。上一次呢，我们学一个八极拳，学到了一个霸王鲁虚的下一个动作，就是第一个动作。我们今天呢，学下一个动作，这两个动作呢，才是霸王鲁虚这一个式子的全部。因为大家不了解，对这个八极拳不熟悉，所以我们现在呢，所以把它分作两部分，这样呢，大家就可以做到五分钟，很轻松的学一个东西，然后呢，就把这一套拳慢慢的学会，每天五分钟就可以学一路拳，好，现在我们看，上一次我们学到了，立正站好以后呢，我们向左转，然后两手抬起，变握拳交叉在胸前，今天呢。我们学第二动，那么就是握拳以后，把两手向下掸衣服，掸衣服掸出声音要用劲，掸衣服掸出声音以后，随着它的惯性，手向上，然后从耳朵的后面，这个四个手指从耳朵的后面，然后向下，然后去用大拇指和四个手指夹住你的胡须，你想象你的胡须很长。夹住，然后向水平的方向捋，向前捋。好，那么为了大家看的方便，我转一个方向跟大家面对面的向这样看。你看，拳掸衣服的声音，随着掸的惯性向上向后，从耳朵后面向下握住胡须向前捋，就像唱京剧的把这个胡须捋一下，好，那么我们连起来看一下。就是这个捋这个胡须好，那么我们霸王捋须这个动作，那么我们分两天把它教完，就是为了做到节省大家时间而且呢，这个如果一天学的多了以后不容易记住，这样很容易。好，我们今天呢就讲那么多，大家把霸王捋须这个事很轻松的就掌握了喜欢这个我的频道的朋友呢，这个你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下次接着学，谢谢大家。